那检察官逮捕的理由是因为柯文哲主席涉犯金华城图利罪嫌，预知逮捕。也就是说，检察官是问 A 案，但是用 B 案进行逮捕。那对于台北地院的裁定，我们会考量审慎提起抗告。569、360。对，等一下如果要更新的话，就电话跟我说。好，谢谢。对于今天这样的结果，要不要帮我们讲好话？就是我们简单讲几句。听啊，麦。要讲的话，就上台要讲。各位媒体同仁。就是我们可以到这里。主力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到这里来讲好不好？我们到这里来讲。台北地检的时候，检察官讯问的问题都是关于木可公司跟政治现金的问题。但是检察官讯问完之后，因为柯文哲主席表示他拒绝夜间询问，所以检察官就当庭预知逮捕。那检察官逮捕的理由是因为柯文哲主席涉犯金华城图利罪嫌，预知逮捕。也就是说，检察官是问 A 案，但是用 B 案进行逮捕。那对于台北地院的裁定，我们会考量审慎提起抗告。谢谢。